我知道。我想买了。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我在说自己发明的新语言。我在说大家早上好，给你们翻译一下。大家早上好，你们吃早餐了没有？吃的是啥？我刚吃的是包子。这语言你们可能听不懂，发育三级以后再谈。为什么你不在？听山风，你会回来。下头叫什么技能了吗？我的先生三级还是最稳一点吧。他这个红还没打完，打那么久了。别人没有惹我，为什么要针对别人呢？人不惹我，我不犯人；人惹我，我就犯人。小赚一笔，开跑。他救的野区了。对面的是教什么技能，好像什么技能都没教。我潜伏在每个阴翼之中。自己也去不刷刷我家的。再把和解打一下，这中路是有机会的。快跑啊！我将为他们指路，通向神性的方式。后面有雪球来了。杀错人了，应该杀泰坦的，泰坦没有闪现的，还行。我说 A 的赛德，他为什么不跳啊？这一波，这不跳过去不就嘟死了吗？我刚 W E 没给出来，给出来 W E 就好了。灵魂出窍，长生不老。
跳啊，兄弟！小学生这个人，你们不知道小炮 W 是杀人之后可以刷新吗？他直接跳，这不也是的，跳太晚了，早点跳啊。他中了还没有回家的，曹冲没了，大爷又在上路了。六姐的下路，我来了。把这边下边去经济都收一下了，就这，再把一个经济收一下。小炮竟然被杀掉了，他没收装备。郑允翁不会想回去出一个大件吧？泰坦在后面的。一刀，截屏也不急的，等下朱贤 Q 了。把小龙打一下吧，这把只要这个下路两个组合起来，对面就玩不了了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两个组合起来好恶心的，我跟你讲，后面盾又厚，伤害又高。两个妖精走下路，一个是唱歌歌精，一个是鱼精，一个是猪精，三金流。往中靠一下，但是对面打野可能在附近的，小心一点。力挽狂澜，直播线陪队带过去。我得走了，下路大招快好了。我得回家把秃头棒做一下。往上走，哇，上单怎么没了呀？曹冲还有四十秒刷新，回家把推推棒做一下吧。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魔法炮球，唱歌喽！有推推棒了。只不过这个地方看不到我的，
这不还要凯旋救他命吗？这个眼位看不到这里面的，所以说插眼一定要插中间。小学生插眼就插边边。我将为他们展示。这不可以往上走，先搬一波上吧。这人好急，应该把线推进去了。先推过就可以直接秒杀，再把一个经济收一下。杀了风离打 ADC 很强的，还有那个就是蛇女。炮呢？走吧，这波小炮没来，打草丛。打完草丛，我要去打小龙龙。蛇女 ADC 走下路，还有那个就是画画师，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？画画师走下路也很恶心。以前有潘森加岩雀走下路，还有维克托。都很厉害，带有大招的。呜呼，飞起来喽！你一个小炮打这英雄，这么不好打吗？我又得去帮他一下了，帮不过来，他是有优势的呀，等他回来送就好了。我的预判好准，这个潮虫，我这个小龙我不去的，我把上半野区精英收一下。这个人出装疯了，已经彻底疯狂。你们看他怎么出装的，直接一万滴血的，一万滴血的，这个叫什么英雄？雪人双子。别追了，宝贝。你队友都跟不上你，我还有猪猪帮我挡技能呢。太太没有大招了，没大招，没闪现，还没有点燃，全给了，疯了已经，就吃他一个红 buff， 跟让他命一样，追着我杀。下准备出影链了，走吧走吧，两个妹妹。伤害挺高的呀。哇，还行，呵呵，还挺厉害的，这两个组合。好炮，这边一刀摸出去。再把这边的一个小虫子打一下。就可以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。他玩的是不是女英雄？女英雄不是叫妹妹，叫男男男妹妹吗？两条小龙。
鱼人网红组合。他们需要纸。需要准备得做巫妖之祸的，不然没有额外伤害跟移速，容易被没有 CD 的 CD 只有 15% 不够用。回家了。他是歌手。弟弟就是弟弟，妹妹就是妹妹，哥哥就是哥哥，姐姐就是姐姐，什么女男弟女弟弟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边蓝 buff， 蓝 buff 去拿，他不要，放点药吧。哇，这伤害！我的天哪！这歌姬伤害有点高啊，他伤害也很高，我的伤害也很高，我们双高。先 Q 把盾破了。这反应打拆了，拆完我们就走。这个高地不能拆的，对面那个复活了，别走了。还是波比拿的，没有永恩拿的。我要这个还不够钱，咬住。不会想再 Q 一下，哇塞！有钱买顶子，后面两个人歌手一直唱歌，又炮又歌，人歌善舞。得走得走得走，荣耀刷新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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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荣耀刷新了50秒，赶紧回家补状态，赶紧回家补个装，补完装赶紧跟团了。歌手，荣耀刷新的歌手，走，卖了卖了卖了，快走！这歌手疯了。来来来来，我没有意的，我真是服了。我就硬生生把你给 A 死在这里。小龙，我知道是什么。拜魔振奋小炮鳄鱼，
你以为拜魔振奋是他的极限吗？不，你错了，他还在出魔看，他还在出魔看，他出了拜魔跟振奋之后，他还要出，他准备下一个再出个什么准备？我看一下，红水晶可以和这个。好，对面投降了，怎么放技能？他唱歌，唱歌不就是歌手吗？